其实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们第一次的演唱会嘛，所以其实也有我们的歌以外，还有准备了其他的表演，也有来宾严爵，耶、对，Q 严爵，对啊，就很开心可以严爵一起同台，因为之前是他帮我们写歌，可是我们都没有机会遇到一起合作，对，好怕破音啊，这个还好。对，这个还好。我比较怕的呢，没有，都不怕，其实对，很开心，因为其实这次可以跟 Dream Girls 合作，是用六个字来形容好了。哦，宅男也有春天，对，因为刚好四月，他们是4月20号演唱会，我是4月23号的生日，所以我觉得这是 Dream Girls 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。我以为是我们是宅男，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担心体力。其实因为我们有蛮多歌以外，还有舞蹈，其实舞蹈部分也蛮重的，然后都是连着跳，然后连着唱，所以体力部分是现在在练习的部分。对，要加强。对，我应该比较快忘记舞步吧。有，昨天有跟上了，昨天有跟上就比较好。不然，因为第一次练习的时候，后面我真的都记不住。可是今哎，不，昨天晚上练习的时候有跟上，有跟上，有进步了。就可能经纪人上一秒就是在讲什么，可是我下一秒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”就是这样子。那真的很糟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能恍神，因为有看到就是粉丝做给我的影片，然后就觉得很感动，我就觉得说啊，那4月20号要赶快就是表演好，然后送给他们。而且票已经卖出90%，所以、啊、一定要好好的表演。是，我会，大家都在等我们的好的表演。对，补脑的，是不用补脑，就是可能好吧，吃硬性吧。还有直接补胸的吗？因为常常说就是上午要一点缩水。就可能多吃一点啦、啊、对，因为最近吃的比较少。我知道一个蛮有效的，就是我最近呢在练胸肌，都喝豆浆。对，豆浆不知道对女生有没有效。对，好，那换我练好了。不要练胸，我肚子在叫。除了严爵之外，好像还会有另外一个嘉宾会来这个现场啊。对，另外一个嘉宾是陶喆大哥。对。就这次的来宾真的很丰富，对，很大咖，除了严爵跟陶喆之外，其实也有还好多很多来宾，其他的来宾，对，现在不能说，就4月20号就知道喽。自从出道之后，我每年的生日都是跟我的粉丝们一起过的，那今年也不例外。我在他们演唱会4月20号的隔天，4月21号我在大河岸留言也会有一个 Jazz Birthday Party 爵士生日趴。欢迎大家也一起来玩。昨天愚人节有被整吗？愚人节没有，愚人节我整天宅在家，没有跟任何人互动。啊，好可惜哦。因为最近一直在忙着做专辑，所以我今天也算是近期第一次跟这么多人有互动，然后再次看到所有的就是媒体朋友们，对。其实我也有点紧张。很热。严爵刚刚是害羞嘛？照相的时候好像手都不知道放哪里。对啊。这我觉得能站在他们旁边已经是，就是，反正现在站在任何人旁边都有点紧张，因为很久没有跟人互动，然后一下子又马上要跟三个不是人的，那是神女神，对，那是神。OK， 好，我这次去混音，顺便带家人一起去，然后呢，我爸有看到，对，就是他有跟我讲，他说，哎，你看郭雪芙啊，就是，有做这件事。然后呢，有做这件事之后。我爸对他的评价吗？我爸觉得就是郭雪芙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。哈哈哈哈哈！爸爸说两个可以在一起。哎、欸，么？这个有吗？颜值？哈？爸爸有说？怎么会说这个呢？这也太怪了！我跟你说不错啊，赶快加油啊！没有，但其实我们全家人都真的还蛮喜欢郭雪芙，蛮喜欢 Dream Girls 的，对。谢谢。不要再逼他，他额头对，他开始流汗了。